通都没有准备这个纸杯啊，提醒各位好朋友自己一定要完成啊这双方面的准备啊。那么我们在舞台的左手边那个小乖跑马这边哈，我们有一个摊位，就是我们吉雷米跟他的太太哈，他们这个摊位里面也有准备这个这个环保的杯子哈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到那边去跟他们洽询哈。如果你没有带到杯子哈，马上现场就有准备了。这个在小乖跑马这个摊位里面就有这个环保杯可以这个贩售啊，非常的方便啊，它可以掐在手上啊，可以扣在拇指上面，携带方便啊，所以到补给站里面就可以来使用了啊。提醒各位好朋友啊，如果还没有准备的，他就让他给你，现在还有时间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想要再次感谢我们县政府、义县议会对我们活动的支持，特别是我们关山镇，我们戴文达镇长目前已经来到现场了啊、哦。我们谢谢镇长这些年来对我们活动的支持以及鼓励，在行政措施上面，在很多的工作协调上面都来帮我们做了协调啊、哦。那这次你看镇长也是骑得比这个这个大家所有的证明都早哦，来到现场这边帮各位选手加油啊，镇长早，镇长早，来我们请镇又见面啊，107、18、19啊。啊，各位选手，各位筹备南横的路跑的好朋友，各位全省爱好跑步的选手，啊，还有我看了好像有日本国外的一些好朋友啊，特别要给他们感谢，在这里，我想一年一度的活动又再次见面，也见到很多的老朋友。昨天在台北的风很冷，突然就受不了感冒了哈。祝今天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，有个好成绩。我要特别感谢啊，副会长吴会长，还有我们镇民代表会啊，各位长官好朋友的支持哈，以及关山国小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。希望今天我看今天天气是最适合跑步的天气哈，凉爽，有一点点小雨啊啊，南横的路况在178不太好，还是要请大家要多加小心。祝今天的赛程能够顺利，大家沿路平安，身体健康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这个第二次来挑战，并不代表上一次成功，上次是失败收场这样哈。那在天龙饭店就放弃了。不过我今年哈做了比较多的准备，好，那而且呢，我们在这个天龙饭店设了一个直播点，那代表说我绝对不能在那里宣布失败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今天呢，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完赛，那有这个破 PB 企图心的都能够完成各位的目标，那祝福大家今天一起在赛道上面一起享受，一起加油，谢谢。啊，非常谢谢我们赵委员啊、哦，这个。
片尾在后面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